微笑，大笑。这小朋友不知道加班加到几点啊？你们笑得真开心啊！这每天都这样。幸好我爸你过来住，要不然谁来照顾妙妙？不是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白领啊压力特别大，他刚进了大公司，总得做点业绩出来。理解，理解，理解。来，美酒是吧？那你留在这里看妹妹啊。你去干嘛呀？健身房啊。这个点去？这个点为什么不能去啊？那走。那你小心点啊。我在这等小峰回来，我再走。这个搬不动啊，是我技术问题还是方法问题啊？还是力量问题啊？你这以为自己是绿巨人啊你？啊？绿？太沉了。啊？绿巨人？这样吧，先试试这个吧。这个有点轻啊。就这样吗？哎，算了，这好像不太适合你啊。来，过来这边了。你试一下。这个。啊。手握在那个把手，啊，然后准备的时候先吸气，啊，推出去的时候呼气，试试。慢慢来啊，不用急，啊，放下，吸气，啊，推出去的时候呼气，啊，很好。肩颈好疼啊！喂，肩膀那么紧，工作压力好大。你怎么知道？偶尔还会头痛是吧？哎，对啊。我跟你说，身体是很诚实的，你别以为工作压力大就会脑袋累，因为每一条肌肉、每一个神经都能感受到。我教你个方法，让你轻松点吧。先把妆给卸了。来健身房是要放轻松的，这不用办公室啊，不用武装自己。啊，先慢慢玩吧，记得下次先卸妆啊。
爸今天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明天想来看你。我跟他讲，我去机场接他。你去接他？对啊。有问题吗？讲完就吓得，我怎么会这么说？我跟他讲，你这边工作呢还不稳定，过一段再过来。吓死我了！你就知道开玩笑。这样行吗？满意吗？不过我就知道你最上道了。嗯，谢谢。你别再吓我了，行吗？不会不会，你放心吧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这妙妙的事儿呢，总不能瞒一辈子，对吧？我管不了那么多。现在我只想瞒着，我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让妙妙回台湾，一切恢复原状，不就皆大欢喜了？那只有你欢喜吧，我才舍不得让妙妙再回垦丁呢。我苦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，你讲话越来越不上道了。我好不容易把妙妙带到身边了，我一定要给她最多的爱。乖，教授啊，明天过来看一下小萌，他这边有状况啊，教授。变得好的话，你可以介绍新会员过来，我们这边可以送您3个月的会期。评估评估啊！哎，考虑一下。等一下。虽然你不上道，这个礼物还是要给你的。这个你忘记了？今天是愚人节啊，你想一想是吗？别闹！15年前的今天呢，老天为了愚弄我，把一个叫宁小萌的派到我身边，从此我走上了水深火热的道路。15周年了，15周年快乐！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。对啊，不过送花也太老土了。喂，宁小萌，15年了，越来越不上道了，说话。啊，哟，那个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公司的领导陶然，左先生，你好。你好。你们认识啊？你的朋友，我当然都认识了。今天我们认识15周年了，所以他做纪念礼送我的花。好，那恭喜你们啊！谢谢。行，你们继续聊，我先上去。好好好，再见再见。啊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等我一下，我们一起上去。你们一起？那个在军搬过来住了，然后他为了帮我照顾妹妹。挺好挺好，他帮你一起照顾会挺不错的。要不要我帮你把花拿上去？不用了，他应该还等着呢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好，那你开车小心，拜拜。拜拜。回来了，我也回来了。哇，一起回来了。这话谁送的？哎，
别看见我，不是我。你瞎想什么呢？他就是我一哥哥，这是陶然送的，就是我爸的学生。对，他哥哥，还有他爸的学生给他送你花，说庆祝他们认识15周年，厉害吧？是吧？不就认识一下吗？送花干什么呀？你们俩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我哥哥送我花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了，他现在不只是我哥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现在不只是我哥哥，他现在还是我领导。只要我犯错误的话，他可以立马把我开掉。你乱想什么呢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现在哪有别的心思啊？我天天是应付。应付谁呀？啊？就是应付一个好心的人，来帮助我当妈妈的一个善良的同学啊。嗯，我光是感谢他都来不及了，还有别的心情想别的吗？你说是不是？你怎么我跟你说啊？虽然之前我们约定好了，互相的私事不过问不干涉，但是如果你以后有对象了，你必须让我还有郑磊先看看，因为这关乎到妙妙的将来啊。只要跟妙妙有关的事情呢，就跟我有关系。如果他的条件啊可以超越我们郑磊，那我 OK， 我无所谓啊。那如果他还不如郑磊，那你还不如跟他算了啊。说什么呢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和他是哥们儿，你无不无聊。你说什么呢？有啊，别失望啊！啊！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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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